咋整啊？这天儿雨下的，身上都缓刷了都，都不得吃点辣的除除湿啊！上次做那种啊？对呀、啊，这我擅长，这我擅长。太辣了啊！我玩完的，你快点的吧。那边这么巧，今天要搞什么骚操作呀？小米辣、灯笼椒、新疆板椒、干辣椒、青椒、二荆条、辣椒粉，不得辣死啊？还行，这就水煮的。哎呦，这生化武器嘛，这不是？这一次搅不下，回头给你们换个大搅拌机。我去，一开盖扑面而来，哇！我快递躲远远，这给我借到扭曲吧。姜蒜末，还有圆葱、小米辣、青椒二荆条、新疆炒米粉特制酱汁加水。还没介绍你今天要做啥呢？完全能吸收这个辣汤的爆辣炒米粉，炒不辣的，老滑嫩了吧？嘎嘎的，牛肉牛杂，不行，呛辣的。哇，好漂亮！哎呦我去！哇，上正品了，让它充分吸收这汤汁儿。哎呀，突然上食欲了，太烦！哇，哎呦，他把整个洪崖洞的放里了。三毛多啊，欲罢不能的感觉。今天这受不了了吧？不过还想来一口。哎呦我嘴是真硬啊！今天这女选手也不差事儿啊。辣是辣，哇，但是挺香啊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浩哥太辣。我早在我预料之中，等着吧。冻起沙的可乐。哎呦，哦，哎呦，还冰炒。哎呦我，辣王都受不了。太香了，感觉又回来了。你再多吃。哎呦我，哎呀，你俩真是好兄弟。他这玩意咋这么怪呢？越吃越感觉好吃。上头上头，哎呀，嘎嘎上头！哎呦我，哎呦我，太难涂了。哎呀，明天还厨不厨师了？以后你就是我专属厨师了。这么变态吗？